子们，让我们领略到了别有韵味的弦子踢踏，感谢你们。你好，老板。热兄彩电机，拼得家中国新兵，家用家乐用宅的嘞，能进宅个家，俺东部淘宝的。你那打工这些别工忙的啦，热兄彩电机，三地个热气把戏，再接啦不接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雪狼组合是一支在藏区颇有影响力的男生组合，他们曾经在梦想中国的演唱比赛当中获得了西南赛区的第一名。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他们为大家献上一首深情的弦子。
nomba, cheji tata zijimana, kambi boken yantede, nanana, nitu genili, shesara zoten gonzo, bawi, ronda shipi, soraya.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康巴卫视频道，这里是2012新春主题晚会弦舞八堂的演播现场。在用八筒跟在队呢，人力姐姐领队，在用小罗启东国家日记线阿罗，米拉丹阿拉西北下中开机时，康八筒的少年把一西北下中西装扮的，下中的高铁重启的高工业界十月之末高层插队选别。 谢点呢，亚弄等插队选别，把些东部的桥板人。亲爱的朋友们，如今我们面对八塘的辽阔蓝天和雄伟山峰，面对的其实是一部厚重的历史。红色八塘、人文八塘、艺术八塘，是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子，深深的吸引和感染着许许多多的人。1945年，著名。 舞蹈家戴爱莲到甘孜地区采风，创作了经典舞蹈《八安弦子》。八安也就是今天的八塘。随后在重庆国共和谈的晚宴上，戴爱莲表演了这个舞蹈。这幅画就是当时的记录。那这个舞蹈呢，也是戴爱莲一生最钟爱的舞蹈。 这幅国画《八安舞步》是著名画家叶前宇对戴爱莲等艺术家当年到甘孜地区采风的记录。哎，对了，你去罗让俺这边弄的，那些些给老的本水呢，没给弄的是吧？啊，空了，偷工个的那些，包括沙漠小巴东，是罗激动个家直接热身了，白家的那东七八的，把些些接下来的呢，啊，啥几个老用，跟车话是吧的，怎么的？ 昆池瓦西北街的呢，用藏宝宝照见罗念一老人。上世纪50年代初期，另一位酷爱艺术的年轻人背着二胡参军来到了高原。高原独特的文化艺术魅力深深地吸引和感染了他。1963年，他吸取藏区，尤其是巴塘的民间音乐元素的题材，他创作了红色经典《洗衣歌》。 他就是我国著名作曲家罗念一先生。对，昆池卫跟巴结的藏茶鸡，家用个茶家说说啦，巴结大瓦东。啊，对那搞的了茶队学人别，给黄郎君的这个工作的那朋友。对对对，亲爱的朋友们，《洗衣歌》的面世呢，立即引起了轰动，它将八塘弦子带到了全国。那今天晚上我们非常的荣幸。 我们特邀了西藏军区文工团第一代卓玛的扮演者黄玉茹老师，接下来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黄老师登台。哎呀，给了，多谢得嘞。黄老师，欢迎您。主持人好，多谢得嘞。大家好，新年好，多谢得嘞。黄老师，您是《洗衣歌》的第一代演员，你还记得你们的第一次是在什么地方表演的这个节目呢？ 这个第一次是在1963年，由西藏军区文工团参加全军第三届文运汇演的时候，参演的这一个节目。那当时黄老师年龄多大？那个时候我23岁。哦，很年轻。那黄老师这一生当中多少次演绎了这个《洗衣歌》呢？这个《洗衣歌》自从受到了 中央领导首长的好评，整个演委会的好评，得了优秀节目奖以后，这个在全国各地，是吧？这个大江南北吧，就在我们西藏来说的话，就是在内地的大江南北，在西藏的村村寨寨，我们演出了很多很多场。对，非常感谢黄老师，可以说黄老师的一生。 跟《洗衣歌》结下了不解之缘。对对。那每次去那么多地方演出那么多次，会不会觉得有些枯燥呢？不会的，尽管是这么多年演了，可以说是几千场吧，但是每一次我演出的时候，我总是心里边和藏族心连心，藏汉的感情，居民之间的感情。我，谢谢。
我带着这个感情，每一场的演出，我总是激动不已，所以我从来不觉得他感觉得很疲倦，我就始终很兴奋、很激动的。对，非常感谢。刚才黄老师告诉我们说，他第一次演这个舞蹈的时候是23岁。对。到今年，黄老师已经73岁了。对。整整半个世纪过去了。是的。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不想一睹黄老师当年的风采呢？我们有请黄老师在现场给我们展示几个当年的舞蹈动作，好吗？啊，欢迎。好了好了，那我就献丑了。大家一起唱习歌好吗？不减当年的风采。谢谢，非常感谢黄老师，黄老师非常感谢。老师给了黄老观众钱啊，怎么弄吧？等下给给黄女士老姐啊，打龙宫阿姐个人的。跟着我们用心把的天蒙不跟他的我在给咱们多点的钱呢给欢迎入浪去每次讲跟着我们的人的没法当不起来今天多公给这些别的公司的一弄的给欢迎入浪去这正在被跟着我们演的一个我在下周三班去当演今天他们的呢如同来一早出别跟插队学别跟着我们去下周的了娘子记住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特别邀请黄老师作为这个洗衣歌的艺术指导重新编排了这个舞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块来重温这个经典舞蹈有请Thank you.
非常感谢塘沽拉风艺术团的姑娘们，非常感谢。你们好吗？唱的呢，把一些娘们带的装备，毛主席也为这些别来用起来使用。那两个呢，也靠着人把当兵插队吧，我娃也没事了。亲爱的朋友们，与喜歌一样，毛主席的光辉这首经典歌曲同样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记忆。这首根据八堂弦子创作的经典歌曲成为了中华曲库中群众传唱不衰的曲目。那接下来呢，我们特邀国家一级演员、著名歌唱家郭瓦加毛吉为大家重唱这首经典老歌，请欣赏。嗦嗦嗦嗦从此生活幸福又安康，拉起弦子跳起锅中我们放声唱，嗦呀啦嗦嗦阳光在心上，嘿嗦